昨日的確是動員得比較急的，而且也是沒有立法會的會議在開啦。其實我們原先就是希望寄望透過這兩天的早一點的發動，希望鋪排第三天，就是說正式有立法會會議的時候，有更加多的市民來聲援。但現在這個會議呢可能會壓到去，即一直都可以未審完都可以去到下星期一的，那你擔不擔心其實到星期一會有什麼結果？其實我想大家都很擔心的，正正是因為擔心，真的希望市民是能夠前來去聲援，給建制派一些壓力，是真的呢是要是為香港人的利益出發去做，即不要太過出賣香港人利益。你認為大約有多少人數才可以給到建制派去有？我不夠膽去講要有幾多人數才夠膽，即係呢個係好似係挑戰緊建制派嘅卑鄙程度、無恥程度咁。我只係希望真係關心香港嘅人係真係盡快出嚟，盡量多人，越多人越好。萬一過咗星期一真係通過咗呢個嘅話，你哋會有咩傾？呢個再坐低傾下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如果喺呢個會裏邊咧，喺立法會裏面咧，有咩嘅？策略的事其實真的不適宜太早公開說，希望大家包容。